今年妈妈不仅方舟有红包啊，现实还有个大红包啊，每一万开始会包个十万呢、啊。珍惜哦，哎呀。好，我们这边帮妈妈抽一下。阿云，你是公主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抽太后的账号，没问题吧？阿云，你不是太监。哎、欸，阿云，我发现自从你这几天有来过来帮我代班开实况，你越来越怪了，是不是都被教坏了？阿云，你真的不要被老人教坏，一堆怪怪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哎、欸，今天又来到了大家我们最喜欢的 #孝顺环节了。看着阿木他角色越多，玩得越加的开心，我们这个孝顺环节好像越来越难停下来。孝顺永远不嫌多，所以这次一样得帮妈妈抽到两只快乐的角色，没问题吧？之前可能常驻的角色你哪天可以歪到，但我们这一次明日方舟的限定角色卓心斯卡蒂跟凯尔西，弟是限定啊，凯尔西不是，但凯尔西其实也蛮强的。不过妈妈这边自己算是有自己抽掉一些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这边大概有60抽，如果真的不够，我们再想办法帮他处理，好不好？但妈妈是说她想要弟就好了啦，她凯尔西没关系，就叫我们不要太勉强，可以的话大家两只都带走，没问题吧？都帮太后抽卡了，凯太后怎么能不带走？当然是两只都带走吧。欸、其实妈妈等级追有点快、欸，妈妈是去年疫情开始才开始玩的，在20215月还6月，然后妈妈没什么氪金，在回复里这个情况下，其实99等算很认真在玩了。微辣的吗？妈妈也会改个人介绍、欸，微辣的吗？笑死！那我们先60抽好了，抽不到我再氪。那跟我们开个梦想盘吧，60抽弟加凯尔西，看一下今天可不会一样成为一个孝顺的欧洲人。我感觉你抽到换成妈妈包红包给你，没有啊，欧文，你打金汤要加班。今年妈妈不仅方舟有红包啊，现实还有个大红包啊，每一万应该是会包个十万了、啊。我都加班300小时了，生命的重量应该是妈妈应该有办法拿到10万以上了。来喽，有了，除了，拜托了，果然就是要帮太后抽凯太后，哦。好像很有料哦，那再来是弟弟嘞，弟弟就更难拿到，因为他是限定的。那没关系，今天我们停不下来了。哇，这40抽哎、欸，好快哦！呼唤奇迹，听一下，真的没有。来吧，给阿木一个弟弟。谢谢缤纷10个月，感谢订阅。而且我觉得妈妈一定超级喜欢弟弟，因为妈妈喜欢跳舞，她真的会去学社交舞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她应该会很喜欢弟弟，因为弟弟就自己在那边跳，在那边跳。拜托你了，听一下声音，出来！看我好像其实蛮猛的，真的假的？难道我50抽就毕业了？这就是孝顺的力量了吗？几只几只？一只一只，难道今天可以不用额外氪金就能孝顺了？没氪金靠我的运气就能孝顺了吗？各位，两位是都臭滴滴吧？两位是这群喜欢 VTuber 的臭滴滴们都给我低调。来，2022第二个孝顺，卓心斯卡蒂50抽带走 #孝顺。我今天居然穿了特哥的衣服。因为我是用特哥的衣服把弟弟和凯太后给亲起来了，好爽哦！怎么那么欧？抽方舟好像第一次这么欧哎！限定池50抽毕业，各位是不是要再让妈妈更开心点？哎，可是这样让妈妈那么开心，妈妈之后是不是就开心不了了？我有点担心哎，因为这次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次其实采购中心里面有一个组合包，叫做……哎，哦，哎，你啥时买的？阿宇，你买嘞？哎，他是给券吗？还是你已经换小羊了？在干嘛？新村干员，给他选好了。我觉得我们留着给他选好了。嗯，给他自己玩好了。不过妈妈现在最需要应该是小羊，应该是小羊。我妈看一下有谁可以换。小羊，小火龙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换四二姐哦，这太强了吧！哇，这个 CP 值其实好高哦。反正就看妈妈知道什么，基本上应该会建议他换小羊啦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小羊，就一样有点可惜。我看妈妈画面怎么样。杰哥90，妈妈真的喜欢杰哥哎、欸。
封底60，领档50。他那时候先练泥眼，泥眼练起来了，戏还没练。深蓝我们后来跟他说可以先不用练没关系，然后麦哲伦叫他不要练。然后搓耳我们也叫他不要练，原因是因为他有封底跟推推了，所以感觉应该是先练弟弟和凯尔西两只。妈妈没有赛跌，可是我觉得赛跌还好哎。其实我觉得赛跌到这个时间点，我还是会选小羊哎。妈妈数值有点少，妈妈法师就细啦，但细费用有点太高了。然后其他法师，他打法师是可以用真影掌跟四二姐啦。但还有杰哥吧，但整体来讲，法三的伤害应该没有到特别的低。其实赛爹就是比较功能性更强啊，赛爹功能性更强，就小羊跟赛爹。不过一样看妈妈要换谁啦。而且其实真的喜欢换小火龙也可以啊，因为小火龙特地场合还是有点顶的。好啦，那阿云我们就把刚那个券留给妈妈喽，他自己想换什么就换什么，然后我们一样可以给他意见，就跟他说，换小羊跟换赛爹这几角色都不错，然后剩下让妈妈自己选，选他自己喜欢的角色。好的，各位，这次孝顺环节很神奇的没有进入氪金环节，这次的孝顺环节有啦，我们就氪了2000买这个新春好棒棒礼包跟一个自选六星，就这次的孝顺费，花的比较少，但是得到的非常的多啊，各位。好啦，毕竟这次真的是非常的欧啦，50抽直接帮阿布把这个卓杰斯卡蒂跟我们这一个凯太后给带走了，也希望妈妈抽到这几只角色之后可以更加的开心啦。其实我觉得妈妈的招越来越强嘞，妈妈招现在已经有点顶了，已经不像是一个一般玩游戏不会花钱的姐姐会玩游戏会花的金额了。妈妈没有花嘛，我们这个孝顺的儿子女儿帮他大卡一刷。好了，那一样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就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。好的，我们这次的孝顺环节是我们有史以来最省钱的一集耶、yeah! 但各位，我们孝顺环节还没结束啊，但我们看到我上面那个加班时间加班条现在还有290个小时，就是可能会有外地的观众不知道这次的活动啦。就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目前我那个估计有办一个这个加班条的活动，让我知道何为生命的重量，然后我会把这段时间加班时间赚到的订阅抖内小点等等这些收入 50% 包给我妈子云妈妈跟着他爸，包给他们三个人，然后阿云拿剩下 30%， 我拿 20%。 我加班这么久我自己留个 20% 可以吧，我上面那个时数我留个 20% 可以吧。啊，我爸没包是因为我跟我爸以前有点不愉快，我也找不到他人，我也没办法包给他，所以不要来问我为什么没包给我爸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